今天夏天 ，vivo 发布了 vivo Next 全面屏手机。这款手机在发布之后，可以说给所有手机制造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制造思路。今天这款手机的第二代产品疑似曝光，根据图片 ，vivo Nex 2或和小米 Mix 3同样采取滑盖设计，下来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三个清晰的摄像头。另外还有消息表明，这款手机还有可能会采用类似努迪亚 X 的主副屏切换模式，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。根据消息 ，vivo Nex 2将会配置 6.59 英寸 AMOLED 屏幕，高通骁龙845芯片，副屏可能会配置 OLED 屏幕。